哎，请问老师，这座太极楼敢有人会用看？哈哈哈！哈，并不是老夫在咧夸口，这座机关楼内底所有的机关是老夫为外邦而来独门技术，而且老夫佫加以设计，和这座机关楼内底所有的机关会随着时行变化。那是想要破这座机关楼，除非是老夫本人，或者是有这张机关刀，啊，若无假，就算伊是大罗天仙，嘛无在条汤好破。新来的，真好，真好。啊！有这张机关刀，我两个高枕无忧，应付这座太极楼。但不行，你唔通，伊还佫有家属，强惊的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带人将周老师的全家斩草除根。我走袂去啊！我走袂去，快走啊！我看到了。哎呀，阿娘，你去谁家？对。头枪都是断开，你无路通走。你是安尼管这些转？你卖，我嘛是奉命行事。有安怎告诉我？我就是有，我拢唔教你啊！若是唔告诉你，兄弟你死了，我甘愿出尽，我唔死在你手头。啊！什么？原来恁秋姑娘家有这种的亲仇大恨啊！你看，我这个卡的四人斩头，啊是伊所下的。俗语讲，虎头不及大天。卡叔，你丢人完就是你，你会安怎做？剑因一旦修林重见面啊，欺凌的这那无主的婚姻。王公主，温温婉婉何时了？我无希望搁连累后一代，你知影我的意思？嗯，我知影。了解，伊只是方面人士，主事者张老板。啊，不过阿伯，要不我即马就倒转来请阮高二叔，当面向你请罪。王公主，你拄则毋是讲无爱提起这代志，是安怎你即马要提起呢？我只是想讲，要了却你一盏心愿呐。何必啊？见面是加上感情嘛。你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，公主，你千万爱去，等你了就当作无这个代志，你知吗？我知影，我就先替阮高二叔再次向你顶礼跪罪。不敢不敢，请起请起。平道
后边像我卡特车。老婆，你们冲进来！等我回来了。冲进来！冲进来！姑娘啊，伊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伊也无熟啊，是伊要侮辱我。啊好你呀、啊，你这个干将子呀、啊！是什么人的地盘？你也敢来太水啊？头壳顶在咧倒土啊！哈！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！你知影？你做这么多代志吼，去哪里哦？做甲上好。姑娘啊，免惊免惊，无代志啊吼，你当安全倒转去。不是那中间开药店领导的人啊！麦哭，麦哭啦！要不你先来我房间坐一下。恁两个啊，这无恁的代志，恁先落去哦。唔知啊，你今仔日哦表现哪遮尼好？阿姊带你来去房间，和你吃物件。姑娘，你跟开药店的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因此的人，我无爸无母。人咧讲，生的请一边，养的功劳是较大天。看秋阳，甲丁真的在导演，敢讲是伊，是王庆来投胎转世为秋阳吗？皇上，我敢无算是皇亲国戚？你若不是王妃的查某孙，都无算皇亲国戚了。江娘，你两个在这鬼鬼祟祟，你在创啥？你去阎罗王遐问就知影。原来我师父的修为，就是朝廷的万国中万皇。人海茫茫，今全家流落何处，是将何处去？从天在上，立我为界。我秋阳今生今世一定找回王文龄的后代交予皇上，假若无，我愿受五雷盖顶。人咧讲，生的请一边，养的功劳是较大天。囡仔人，你着较听话。阿母讲了对，我会记在心肝头。恁给我的温情，若你有机会再搁报答，要无？我先回来去啊！好，你真乖，赶紧回去，唔通让你养爸养母担心。我先来走。可谢你了。叫因囝出来，你把口气放开两个，进去共回事嘞。来，过来，金董啊，大万龙，是你啦，我向你赔罪。
看伊，我有一种真熟悉的感觉。莫非，莫非是赵勇搁在投胎转世？阎罗，不能再强求你这件代志。顾赵勇已经求奉命，希望你得准你投胎转世，免受往事之苦。阎罗，阎罗，不能那是受尽冤屈，那位贤妻。是为我顺节而生，求阎罗王开一面，准人投胎。这好了，本王答应。多谢阎罗王。阎罗，那安尼讲起来，阮三个拢会生，搁再投胎转世，后出世，阮才有机会同我做夫妻。这就要看恁的缘分。对。伊一定是赵勇，搁再来投胎转世。安尼，我要来去找伊，我一定要找伊问一下清楚。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哦，原来你就是这，害我四界拢找无你。嘿嘿，少爷，快紧嘞，赶快倒转来，老爷有重要代志要找你。哈，你还倒转去哦？嗯。哎呦，我一个小祖公啊，我代你拜托啊。无啊，你跪啦！你着千万爱跟我倒转去，伊若无，我是会去向死头路了。除非你答应我，带我去见迄个高如红小姐，伊若无，我才唔跟你等。啊！你要看迄个高如红高小姐？好啦，要不吼，我带伊来去见一面，暗通通收久哦，唔通搞点麻烦嘞。想起当初甲王庆，哎呀，实在啊，大不相同啊！当然嘛是无同啊，伊是查甫的，我是查某囡仔，我会当牵红相你，爬山无命，对啦，啊，各倒也无同。无同的是真多，各有千秋啊！红相，你真是宝刀未露呢，你看你家己一个吼。无在着爬这个山行，可见你的身体吼，伊阁真勇健嘞。嗯，对，你讲这句真是真爱听。对啦，秋香。哈？我咧问你一个代志，迄一天红药带你去朝阳宫，是问你什么话啊？哦，伊问我真侪问题啊，问东问西，问足济哦。啊，你甲伊讲什么呢？啊，我拢老实甲伊讲啊，我讲我陪红香你行棋啊。临时作对，离合出游，上地牢看戏，一个有。秋香啊，你呀、啊，真爱讲话啊！哎呀，红兄，我是伫咧骗你的啦，其实，那我啥物嘛拢无讲。哦，你愈来愈不习惯，你竟然敢骗店嘛？红兄，看袂出来，你是一个惊某的人哦。哈哈，我唔是惊某，我是尊重伊。
我冇感觉，因为吼，我头一摆看到洪耀的时阵，我认为伊是一个真端庄、真严肃的人。不过，我甲伊到朝阳宫了后，我对伊的看法完全拢已经改变啦。哦，那你认真想要听讲伊的改变安怎讲法？伊是一个真慈祥、真好接近的人啊！我一个到宫中了后吼，伊就叫经理送一大堆的点心给我吃，甚至还佫有足侪珍珠贝乐，只要我若是介意，伊拢要送我。吼吼吼！你这查某囡仔佫是真贪心嘛？我哪有贪心嘛？洪少，我坦白跟你讲。洪耀即时问我，问看我几岁啦？啊，我敢无好我伺候洪兄弟，还佫问我敢有意中人？哦，你安怎答？啊，我甲伊讲有啊。你有意中人？洪兄，你袂记得啊？你毋是答应我，要找一个互我终身会当瓦壳的人？哈哈哈！那是丁青菜甲你讲讲的俚语啊。就是用三百块给铺起来，然后再用大绳去捆，捆成吊桥，方便去到对面的山岭。啊，会用行？当然会用。啊，你真好耍。那搁再投胎转世，啊！你也唔捌我，我唔捌你，咱是变哪做阿母啊？嗯，唔管你是去天边海角，我就发到来找上。洪兄，假使咱若是转世，搁再来做阿母，阿妈爱有查甫有查某，啊，啥物人要做查甫？当然是我咯，无喏，我爱做查甫的，我做查甫做二十几年啊，我一定要做查甫的。唔管啦，我也是做查甫的啊。袂用的，娘子，你是我的娘子，你是我的好娘子，我是你的好相公。哎呀，娘子，你我不想管。看秋阳。真正的这导演，敢讲是伊是王庆来投胎转世为秋香吗？我想起当年甲王庆约定，阮那是有来生的，要结为夫妻。敢讲已经实现到我的愿望，那安尼定，就免阁再天涯海角阁去找伊了。洪少，洪庆吼，还阁甲我讲一句话哦。讲什么？伊跟我讲，秋勇啊秋勇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你是皇亲国戚。皇上，我敢有算是皇亲国戚？你若唔是王妃的查某孙，都无算皇亲国戚咯。皇上，你即马是讲什么？我哪会听拢无？是。如果伊是无。是错安排，天伦上道是有做噶，是不甘心啊，去啊滚菜耶，也千万不该哟。秋香草，出溜去靠爬山坡，崎岖的山岭。是风景好，风上哪有孙良体多心咯？地位的兵威啊，强强手，人讲女大是不中流啊。贵所听话，我愿接受。人讲笑。
看小等下一定会落大雨，咱若无赶紧落山坡吼，等下咱就走袂去哦。对，咱俩是趁这个时阵，爱有哪行，才真歹行。吴小姐，小心哦。嗯，我知影。陈大人捌派人到西营聘请一位高人，听讲伊的功夫高深莫测，伊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伊口吐飞镖，镖高之处，人头纷纷落地。有这么厉害，动门暗器吗？伊名叫卡布万达，这两天就会到中原了。这摆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迎接伊。啊，对啦，你有啥物困难需要阮斗三工的无？哼，那个上联官官僚，常常在咧跟我作对，还有国家镖局，伊嘛是顽强不堪啊！国家镖局，嗯，是不是高招杰带头迄间镖局？对，就是伊。好，下步万难一到，有两个目标，一个是上联官的官僚，一个。就是高家镖局。上啊，确实有真侪代志，予人料想袂到。嗯，那么讲，天狗那是搁到我高高低，那是要安怎？吼、哦，讲你戆吼，你都搁唔承认啦。好啦好啦，假使伊若过来跟你高高低哦，你再找我啦。有配上遐个保护，安尼我就放心吗？哼，你放心，我就袂放心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先骗就好诶，后摆无用搁搞你遐代志，要若无吼，我就歹插。好，我是王公主，行。变气头，嗯。哎、欸，红梅啊，我看吼、哦，咱是过来那边的水边坐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讲，行。你看。Thank you.
大呢？啊，你明明心肝都伫咧爱碧东兄，啊，即摆碧东兄甲卢红姐姐两个遐尼好，啊，你看了敢真正袂食醋？这边哪会咧？是我碧东安尼死做诶，红梅即摆需要人甲多多安慰。嗯，你安尼讲哦，是有道理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实在想无呢。我即摆我嘛唔知要哪做啊！啊，一个是我的亲大姐，啊，一个是我的表姐。啊，表姐若是失意，我嘛会不忍心；啊，大姐若是失恋，我更加不忍心。啊，别动摇，搁一个人也袂当跳做两身啊！这是要安怎？啊，有啊，归去啦！你甲表姐两个拢皆别动摇啊！陆三，你唔通搁再有白讲哦。哎呦，我哪有白讲啊？行啦，咱来去找伊呐。陆三，你莫去人交了。什么叫做交了？这就叫做公平竞争。陆三，哎呦，行啦，陆三，去啦，行啦，陆三，陆三。是啊，白水坐了月，伊阁等咱的本勇出现。可能是因为顶个跟咱飙车失败，想要报复。我看伊这个来的目的，是针对咱飙车平台。我看咱也唔得较细意，无安尼好啦。走起，咱分两路来进行。我来去照顾镖局，你在咱村照顾这大事。相公，我等阵跟你去镖局。好。秋华，如果你在哪等来，叫你较早困嘞，千万会记，门窗爱关好。哎啦，这我会晓。大哥。你家己千万要小心啊！我知，行。但我一直变来。哥二哥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先？无什么代志啦，王夫人。小华，看来囡仔若是回来，你着搞早因去拉困，唔能够出去拍拍照，我出来做下顺子。对，是安怎样？要从拄只交给因，你讲，讲白水坐了个，走入来咱本乡，所以。阿娘，啊！恁阿娘有交代讲，跟暗时得较早困，唔通趴趴走哦。啊哈，红妮，恁礼拜休困。是。我算啊足忝的啊，阿姊我要来困啊。行啦，真妙，我先礼拜去啊。嗯。窗啊门啊关好好。好。我知啊。阿娘，行，咱嘛倒来房间。就比有会啊，大家当平安无事。少爷，对这间啊。好，阿来等。是我头阿娘囝。阿娘，叫你阿妈，你穿安尼会冷啦，来。